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《王者荣耀》卡兵的游戏视频。今天准备的是这个钟无艳，我准备把这个后续准备把所有英雄都录一遍了。现在我们准备开始，把无敌关闭。哎呀，瞬间小乔死了，我这边也差点死了啊。冷却就不关了，这是把先前啊什么无敌还是开起来啊，再把等级加好。我们来看这个钟无艳能不能石化这些巨龙啊！主宰先锋，先让他们打一会儿啊，把炮兵推了啊。感觉好像不行啊！我看大招旋转啊，好像不能石化啊，只能石化英雄，不能石化兵。小兵好像都不能石化，以前好像打的时候小兵也能石化呀。现在这个钟无艳，这主宰先锋都石化不了啊。反正就只有这个小乔，好像还有固定时间，几秒钟才能石化一次，不像以前了，都能石化小兵。我们看一下爱情的 P 再 P 再 P。旋转，不停的旋转，感觉还是清不了多少。就不停的旋转，不停的旋转，这打的龙还是比较慢的啊。可能是我装备也没出啊，这把是装备还没买，刚才我没装，等我已经清关的差不多了，算了啊，我们等一下再来也可以出。清关，我们再来一次。这波准备好，对方阵型也升级好，结果我们加速一下，准备开屋，关闭无敌，这是第二次冲过去，哎呦，这瞬间就死了。然后现在我们把装备出好，看一下效果。我们这个是肉装啊，不是攻击装啊，以防御为主。其实我应该出攻击装，算了，我们也是下次再说。打小兵还是不能石化龙，要是能石化龙就好看了，石化呀全部固定在天上，那一群全部石化，这样想达到那种效果啊，但是没有。那好，我们就先演示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欣赏，然后后期会继续给大家录制这个卡兵的游戏视频。下一周我们是 J 字头打开头的那个英雄，谢谢大家欣赏，欢迎大家去关注伟哥，关注微信公众号伟哥解说。